其实是大概2012年的时候开始有 Teach for Taiwan 为台湾而教这个想法。一开始其实很单纯，因为我妈妈是老师，我自己其实有一些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教书的经验，我非常深深知道，其实老师是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家庭可能资源比较少的孩子，老师等于是他生命中可能最关键的几个贵人之一这样子。但是在台湾的偏乡，其实有很多的学校因为种种的因素，所以在开学的时候其实是常常可能找不到他们需要的老师，或者是老师来了没有办法待下来，可能一两个月后就会离开。那所以我当时候的起心动念其实很单纯的，希望说可不可能帮我们最需要的孩子找到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种贵人，叫做老师。有人才有问题，但有人也才有解放，有人才有教育。我们要走进去的人才是要能够去看见问题，愿意解决问题，有能力去在不同问题的这个解放点去带动改变的这些人。当一个学校转变的时候，社区转变，人口转变，所以它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教育创生、地方创生的概念。说如果我们要人走进来成为解方，那阻扰可能成为解方的人的因素可能有哪一些？最大的阻力往往是社会的主流价值，是重要他人怎么看他。比方说，如果真是个人才，他可以同时选择去一个大企业，可以选择去读一个研究所，他也可以同时来 TFT。那可能有很强烈反对的父母，我碰过很温和、很可爱的父母，偷偷的就是跑来我们办公室说：“不要跟我儿子讲，我只想确定一下，他加入这组织不是诈骗集团啊。”就也有的，他比较激烈一点。老实说，我也接过半夜的一些比较激烈的电话，说如果录取我儿子，我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的啊、也有。那我觉得我们无法处理到所有的问题，每个家庭有家家难读的一本经，但是我们的前提是我们会希望尽可能的这些老师的重要他人都是我们同盟，甚至连我们老师真的要派出去之前办一个启程仪式。我们里面有一个环节是我们会邀请他们把重要他人尽可能邀请来，我们会献花给他们，就是我们谢谢他们，因为知道在这个使命里面如果没有他们的放手跟支持，我们是做不了什么事的。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不仅不需要做我们的这个家长的担心的抚平的这个沟通，还可以我们有共享的一种光荣感，是我们培育出这么优秀的下一代，他可以为我们去解决这么重要的问题，那是连家长连我们都可以觉得与有荣焉，而且觉得安心的。在我心中，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牺牲过，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最符合我的选择。老实说，我真的觉得不是老王卖瓜，也不是炫耀，但我真的觉得我工作比很多人还要好。我希望在未来的台湾，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可以成为人才公平的职涯选项之一。